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然后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导演谢君毅，然后身边这几位是我这次拍戏的演员。那是导演，可以简单讲一点点可以透露的卢卡的剧情好吗？其实我的故事还蛮简单，就是意大利的男人是来台湾跟一个台湾男人争一个女人的尸体。啊，他来台湾跟一个男人争女人的尸体，那那个女尸是苗？哦，不是啊，哦，我看看，那你的戏份应该不是很重，一来就死了。对，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讲，悬疑片吗？还是惊悚片？还是爱情片？有没有什么类型可以简单定义这个卢卡？其实是一个讲人性的故事。讲人性，那您跟这个意大利演员沟通还顺利吗？您会讲意大利文吗？不会。问候总会吧？还没。就我只会讲gracias。啊，太好，谢谢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欢迎我们这位Mr. Madruko 来，我们欢迎他。Don't worry. 可不可以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Madruko 先生在意大利非常的优秀，他跨越电影、电视、舞台剧各界，然后演出的作品也非常的多，当然也得过很多奖。那这次跟台湾的剧组合作，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心得，谢谢。Ah, d'accord. Bon, je voulais pas l'enfoncer un peu parce que c'est mieux pour moi. Il fallait enlever aussi, mais c'est toujours qui m'est bien. Alors, c'était une expérience extraordinaire ici, vraiment. Mon metteur en scène, il sait. Moi, je dis rien si je pense vraiment. Et c'est que je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ici est très, très, très formidable, très gentil, merveilleux. Tu vas traduire?Et je crois qu'on a fait un extraordinaire travail ensemble, vraiment. Tout le groupe de gens a travaillé assez. Et on a fait, je crois, on avait parlé avant, je crois qu'on a fait vraiment un bon travail. On espère, en tout cas. Mais merci à tout le monde, vraiment. Merci. 我做一些简单的翻译，他说因为他的法文比他的英文好，所以他现在就是用法文说明。他说这次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导演非常的好，工作人员也很好，合作的团队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看到团队们都非常努力工作，然后他希望他的演出也是非常的很优秀。是，他已经非常优秀了啊！因为就像刚刚讲，他是跨越各界的，他得过舞台剧的新演员奖，也得过电影圈的男主角奖，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专业的演员哈。那如同刚刚我们这个监制也都提到，来到台湾可能时差都来不及调，就要投入拍摄工作，辛苦了。Thank you，谢谢。我们也请我们台湾演员分享一下，来，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的合作啊。那个各位贵宾大家好，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全剧用英文来做演出，所以其实还蛮焦虑的，对。然后那个你都要用英文啊？对。那可以解释吗？哎呦！然后因为导演很求好心切，所以我是说导演那个剧本哈，就是要尽早给我。啊，结果那个因为导演他追求完美，所以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拿到一本新的剧本。这是当然的、啊，你没看过戏吗？所以其实照理讲，我应该要是没时差，可是其实我跟妈妈应该睡得差不多。真的哦，因为他时差调整关系，他每晚几乎都只睡到2到3个小时。是，对，但还是很开心，因为很不一样的经验，然后可以跨国合作，然后有这么棒的监制团队，这么好的就是包括西强哥、可丽姐啊。就是大家在拍摄很短的时间，可是整个剧组感情都很好。那跟君宇导演因为年纪也相当，所以在沟通表演上完全没有障碍，太棒了，然后就玩得很开心。是，希望以后的台北工厂3、4、5、6都还可以有机会参与的这样。
好，这个不错，那希望有机会，我们就希望台北市电影委员会继续拍下去啊，对不对？不管谁演，大家都要共享盛举。对，但是你前面还是亮了一下导演了哈，剧本出的太慢了哈。对，没有了。但是所有戏都是这样啊，电视剧、电影都是这样，导演求好心切的。所以这样子才会有更棒的作品。对，尤其又是英文的台词，他自己要查一下字典啊。要花一点时间，对不对？这个更难了。所以就是因为透过这次演出，英文上有很大的进步。对对对啊。